発砲よりよーい撃て。
么事？走，出事！是。中了鬼子埋伏，还好有人开枪示警。谁啊？好像陆教官。杜清明啊。你看，老杜还挺有良心吧？关键时候冒着生命危险救咱们。废话不是，这小鬼子前面有埋伏，他再不开枪提醒弟兄们，眼看弟兄们送死啊，那样的话他还是中国人吗？他嘴硬吗你？有人受伤吗？没有。杜教官，杜教官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弟兄们有受伤的吗？没事。谁啊？